欢迎各位到总统府，也欢迎我们韩国的朋友们来到台湾。今年我们国际狮子会台北市的305A2区和韩国釜山市355A区缔结为姐妹地区，刚好满30年。那么在台湾，我们常常说30而立，那么期许到了30岁能够确定目标，向前迈进。我相信在座所有的狮友们都已经坚定了朝服务社会的目标迈进了。狮子会是台湾重要的民间力量，那么长期以来热心公益，协助政府来照顾民众，落实政策。无论是反毒或者是反霸凌的宣导，还是关怀弱势以及独居长者，哪里有需要，哪里就会看到我们狮友们奔走的身影。这个月的月初，花莲发生了地震，举国上下都心系花莲。我们的国际狮子会基金会也迅速的捐赠200万元，协助我们灾区复原重建。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狮友们的付出。狮子会的奉献服务不分国界，像我们300A2区的狮友，在国内推动许多社会公益的服务活动，也致力于参与国际人道组织服务的工作，并一力拓展国际的结盟。WeServe 是今年狮子会的年度主题，我期待未来300A2区能更加展现服务力，用服务力来结交全球各地的朋友，协助世界解决问题，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力量。借由在座的韩国的贵宾的来访，我也希望未来台韩两国的狮子会能有更多的交流合作的机会，那么增进两国的关系。谢谢大家。